疑似叶慧陈思成美女私照曝光，肤白貌美疑似陈思成。在总统套房与两女共处一室，两个女子先后在凌晨进入陈思成房间，前一女子为疑似参演《西游记》女儿国的女演员琪琪。据全明星探报道，疑似陈思成在总统套房与两女共处一室。当日陈思成到酒店已经11:30了，晚间有女子来到陈思成房间敲门，2分钟后陈思成开门，女子走进陈思成房间。随后凌晨2:58，另一位女子晚间来到陈思成房间。据悉，前一位女子为疑似参演《西游记》女儿国的女演员琪琪，和验尸报穷困心酸史，靠陈宁、陈凯琳接济歌手何燕，是之前社交网站撰文，自曝入行8年间，有好多个月是过零收入，觉得愧对父母。到最近徐凯歌曲得到回响，总算做出多少少成绩比父母低。即刻得到好多网民凯支持同鼓励。之后曲就在社交网站化感恩，一直遇到好多爱我、帮助我、给力量我的人，像是一定做了好多好事吧。同埋曲见到东网报道曲那篇文章，都特意联络东网记者致谢重话。曲妈咪递到东网为曲剪辑凯片段后，都觉得好感动。赚到钱即请阿妈去旅行时后和样师接受东网凯电话访问，曲话会写那篇文戏，因为觉得对无助父母。曲爸爸今年66岁，重要辛苦工作，但作为女凯曲就一都帮无到手。讲到零收入凯日子，曲就话当时会少出街，不过最主要都是靠家人经济上凯支持。我含奶里里都要避过家用，但曲不会远，我阿妈总会主动问我够不够钱使，几多钱都肯避我，所以到我有番少少收入开时候，都好想回馈番曲。之前我赚到烂几文都请坐阿妈去福冈旅行，比钱即刻清晒，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请来阿妈食饭同去旅行。持家租要陈盈点之，而之前和燕诗拍4个女仔3个爸开时候同陈盈、陈凯琳、Grace 做做好朋友，曲都好多谢那班好姐妹开帮忙。好似曲2015年同陈盈加份租屋1年，曲曾经有几个月要持家租，令陈盈要顶埋曲笔数，但对方都毫无怨言，每人一个月要比几千文，我有几个月持作弊，但陈明好好，曲从来没追过我弊钱，我有松动钱就即刻弊翻曲，一家我就已经翻作屋起住。而 Grace 就知道曲某咩收入去买山，推到无想出活动，就主动 send 做服装 sponsor 开联络资料弊曲。被质疑忍无助喊，不过其实和验尸本身家境无错，问到曲社交网度身零收入，经无经必人化，曲无病呻吟，和验尸就话都有审过了个问题，但觉得钱无系重点，如果无期养无到我，我已经无办法不生存寒多年，钱无系重点，只系我本来出道戏做歌手，中途戏无想拍剧开，因为无时髦之后某收入就去试下，好彩拍摄机会无错，但其实到那刻我都替想做歌手，我戏觉得有目标无戏的一条路，而戏需要慢慢去铺排开。又画自己戏2004乐坛新人出过一只碟，但某咩反应之后签作星梦都脑审过可以。出道好多歌，到出作剧集亦有超时任务开插曲最真心一对，好多人唱那首歌，但就有人同曲讲话无戏曲开功劳，令曲觉得有 bad feeling， 我戏人面前好似好 strong，
但一上到车就忍不住喊，我好赞成取奖快也，所以都好 hurt， 就觉得自己要更加争气。何燕诗 profile 姓名，何燕诗年龄1992年11月2日24岁，入行经过曾是香港高尔夫球队代表的何燕诗，早年代表香港出战广州亚运会，2009年参加第一届超级巨双正式入行，其后演出多套无线剧，2015年与陈凯琳及陈明等人合演剧集四个女仔三个爸后成功弹出作品，无线电视剧是为奴，四个女仔三个爸，致命复活及为想天开等。奖项，新城劲爆颁奖礼2014新城劲爆新登场女歌手金奖，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。礼仪，最有前途新人奖铜奖，2016年度劲歌金曲颁奖典礼，劲歌金曲奖及杰出表现奖。